用心，我看你是不是还没有回过神来呢？对呀、啊，没想到吧，中国总统不输，反倒无派，看来这么凛冽战悍。是啊，中国的传统文化丰富多彩，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一起来感受这独特的魅力。那今天的晚会到此也告一段落了，下面我们将公布九位选手的得分，并为他们颁奖。本次活动由脱口英语赞助。一号选手白嘉琪的得分是8.2分，恭喜你！好，我们为之鼓掌。二号选手方成辉的得分是8.44分，我们为之鼓掌，恭喜你！三号选手陈新瑞的得分是。